你出门证给他没？有啊，啥出门证啊？今天拿那个纸。啊，对呀、啊。给谁、啊？给放在车里边了要。放车里边。嗯。放哪车里边？走走。我有个身份。你开车费手机啊？啥时候掉了呀？你也不。大家好，我是康康。今天呢，我和大倩倩还有大姐，然后还有一个车队的一个老郑，我们四个人来到这边卡特这边来装箱。大倩倩有一个妹妹，而且还是双胞胎姐妹，是一前一后，就同一天生的。她的名字你猜猜叫什么？叫小倩倩。小倩倩在老家里边没有什么事情，所以就到上海这边玩两天，现在给大倩倩在一块呢，在他们两个在车上，我就给他们送一个那个无线 WiFi， 送个这个过去。啊，他们两个在那里玩手机呢，长得像不像？我说的，这是给我，你拿不起来。咦，叫衣服啊？我吃不用不用不用。大点声。衣服。大点声，衣服买巧克力。衣服。又是衣服。大点声。叫来都喘不上气了。衣服。把衣服给你买糖吃啊。又是恁俩组合可以啊？恁俩组合专门开。关，咱俩一个 组个 CP， 对，组 CP。我当他秘书吧。厂长都用完了吗？嗯。给他接个电话。这中了点。那大燕也考个。那个胆子。大燕考个危险品资格证。危险品？你考危险品资格证去吧，你给我压车去你。关灯啊。嗯。就是在开危险品车，我开车你压车，你一天还好几百的。真假的？真的，一个月6000，哎，得6000块钱吗？很难考吧？衣服。给考科目一的了。考花点钱就行了。我得考个资格证，你考个危险品押运员、押运证。你光坐车上，我光开车。无烟瘾。还有无烟瘾。逗你呢。衣服。这衣服能啥？衣服给衣服发红包，你说。衣服发红包。衣服还刮红包。我要买巧克力。啊，这上面有延寒温泉吧？对，延寒温泉。那衣服给你买巧克力吧。好。没啥事儿。买薯片好不好？考个押运证，我考个资格证，俺俩都一块开车，一个月2万，2万，你6000，你这积分了，2万分我6000，还不包吃不包住，我不干，我要回家嘞。两万你分1万行吗？好，2万分1万，那我开车，他坐车我也得分那1万吗？对呀、啊，我12000，你8000。你要干杂活，然后关门子了。我给他一接个电话，是不是？关车门儿。然后关车门儿。再加2000块钱。你给我关车门儿。关车门儿。写单子，办单子。嗯。咱俩平分，一个人1万，咱你也得月入过万人了。好。中吗？中。我去看看你，上那个上钢集团。那你也得出11起。你看。先打算着嘛，开危险品车中不熬夜。嗯，危险品也能拿，你没干过，你咋知道他那有那好哎？不知道干嘞。好不好？他给你验了就好。拉那个那东西，拉那个中石油。对，拉汽油。拉油。嗯。衣服。你没让我买？没让了。不来吧？信号不好。